Hello，大家好，我是 Rock，耶！我考完试了，终于可以录片，耶耶耶耶耶！好，现在呢，我要为各位做一件事情。如果你们一样会怕音量的话，一样是不要看这部影片，因为这部影片也只是我拍兴趣的而已。这一部呢，是各种的声音测试。是什么呢？那你们应该就知道，这是有一个人跟我推荐的，叫我说你应该去试试看呢、啊。那就是吧。只是我知道你们一定会觉得我的歌声很没有那么好听，所以我尽量试试看，好不好？我只是觉得你们是多想作死，要给我这个挑战。只是另外一个缺点就是，由于我现在有两件事情要道歉。第一件事情就是我的 Bandcamp 是没有注册的，因为我最近 Bandcamp 怪怪的，所以我现在是用未注册的版本。第二个是由于我现在网络真的不是很好，所以我拍出来的影片可能品质不会太高，所以先跟各位说声抱歉了。然后我是直接从 YouTube 上面录的，所以我们就开始吧。Konnichiwa, Nagano, Gomu ni desuto, hajimeru yo, Gomu ni desuto. 对，现在我们要现在做的是高音测试，然后我怎么办？我拉上这边好了，那个测试的那边。重音耶，我还上去啦，但是上面有点疯狂，我没有看过，所以完了，我有点紧张。好，再来是第二个测试，这是低音测试吧？来，哇，好低啊！高音还可以，低音可能就不太行。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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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普通の人くらいなんてこう低音中の村にたたまうよねうたえねロディロシおえおえ福まだ中央にいたねもうちょっと存在这不要说女人，我都不行了，我是男的都不行了。ラババザイナイナイロエロジュキープアップしてもいい最後の日に見せるチャンネル我不知道在唱什么东西，这个音实在是太低了，我没办法唱下去。高音，我那现在要五十了哟，让我下不去啊！这是什么？等一下，谁可以到那么低呢？好可可什么、啊、最后那个是怎么回事？就是每一个就是都要疯狂到这个样子，让我唱不下去，让我唱不上去就对了。我刚才是完全整个嘴巴都贴到那个麦克风前面的，因为我完全唱不出来，这个太低了吧，太低了，太低了。
这是什么节奏吗？律动。嗯。我不这样唱呢，其实是不会唱。为什么我一要唱的时候就会卡弹？我不是卡弹掉。哦，有点快啊！什么鬼？我当时在后面会将那个猪尾消失在在口水。是饶舌是吧？饶舌。肺活量测试很好，这是我们今天最后一个测试。如果你们还有什么测试的话，记得要放给我们哦。All right， 来吧。死了。All right， 今天这个长达十分钟的声音测试就这么到这边结束。那如果你喜欢我们频道，可以按个喜欢或者是订阅。但是无论如何，你们可以给我一点人性化挑战吗？这东西，拜托不要再给我拿出来啊！快受不了了。好了，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喽。那如果你喜欢我们频道，可以按个喜欢或者订阅。那么记得旁边也要按个小铃铛或者最新资讯。然后也可以加入我们 RSN Studio 的社团哦。那我们这集到这边，谢谢大家，我们下次收看，拜拜。